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欢迎收看阿宏有所不同，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星空点大声，人在思念，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上，阿边着行，最后才知思念。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侪侪网友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正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来，咱来看社会新闻咯。投资吼，洗米金呐、啊，什么叫做洗米金？啊？哦。投资洗美金的这个机器啦，被骗了后，吼、哦，全会安怎？全会下法为难呢、啊？啊，你该想，是安怎呢？安尼，来，咱来甲看内容，这是联合新闻网，哦，这个台北报道，一个大伯的，或者蔡，蔡变金呐。甲两名非洲，伊个即个非洲裔啦吼，法国籍个，伊个即个男子组成诈欺集团呐，声称讲个时阵安尼，会使互即个乌纸变美金安尼啦。那么又诱骗民众啊来投资啦，讲到遮有够戆个戆，啊你甲想看卖啊？乌的纸会当变美金，想嘛知影吼、哦，是毋是安尼？我感觉真奇怪咧，对毋对咧？实在是讲真嘛，讲大家拢较早吼，你若讲无读书的，嘛讲啊，我都拢唔捌，对毋对啦？老师也无甲我教，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对毋对？但今嘛，大家拢有读书的，吼、哦，啊嘛，好这种的骗局，你甲想看卖啊？
实在是无奇不有啦，吼、哦！啊，厝诶吼，读个较正拼去，啊！那么吼、哦，有十个人被骗750,000+，那么其中有一名女被告，哦，毋是女被告啦，女被害人啦，吼、哦！伊吼无获得家长啊，甲厝诶人诶，即个谅解，用啊你讲啊，哎呀，对毋对？还戆毋去死安尼，哦对毋对啦？哈，啊戆到无写无事，哈，乌纸会变黄金，啊变迄落美金，要笑死人个！你想嘛知影？哈，人讲诶时阵安尼，毋捌看到拄，嘛捌看到，毋捌食到拄肉，嘛看到拄咧戆戆叫，哦对毋对啦？啊！那么下话出家啦，气一个讲下话出家啦，穿袈裟出庭的时阵，哦，流着目屎，啊，才在咧控诉啦，啊，那么台湾高等法院二审，昨以诈欺罪判出来4.5年，的这个徒刑定刑。那么判家己咧讲啦，年近60岁，伊的这个蔡炳钦。啊，甲两名法执的这个男子，吼、哦，啊来假冒相机，吼、哦。那么有两个人假成讲法国外交官，吼、哦，也配带了这个伪造伊的这个联合国的工作证，吼、哦。那么伊负责找诈骗对象，这个找的顶人，吼、哦，伊伫咧讲呐，吼、哦。有将到这个乌纸啊吼，洗成美金，伊的这个假气啦，啊，你想嘛知影，纸是免啊碎啦，对唔对啦？纸是免啊碎啦，你想嘛知，纸碎就去啊，你纸吼，对唔对啦？个人人这种人啊，这新闻安尼写哦，蔡等人扬称。有将黑纸洗成美钞的机器，伊安尼写，我嘛照安尼翻，并且吼、哦、放这个影带、洗美金影片，哎呦，这个时代有影够戆的，迄影片都剪接的啦，对不对啦？啊，你即马就翕这个美金在印嘛，对不对？要即马过来的时阵啊，无。头一个时阵安尼，创迄个乌纸，对不对啦？啊，过来再接迄个真真正正咧印迄美金的，你也看出来拢美金啊。这边是乌纸，你啊这么出来就是美金啊，安尼。啊，所以吼、哦，像这种后这种的人咧，真奇怪啊，对不对啦？啊，所以吼、哦，放这个影片，取得其他人的这个信任。诱骗民众参与投资，会当获利3倍啦！啊，那么今年11月之间，蔡定林行骗的时阵，因为这名被害人进前伊的这个投资无摕到蔡这个人承诺的这个算利润就对了。哦，啊，认为讲的孙安那被骗啊，所以私下就报警啊哩。那么蔡定林看到警察来，吼，赶紧的将到迄个伪造的这个啊外国的这个护照吼，啊，甲联合国的这个工作证，甲抓好歹，抓好破，对不对？有的当在这个当在这个马桶的，啊，甲这个算讲这个垃圾桶的呐，哦，泥沙桶的，那么有完毕竟啊来查获，以上法办呢。那么，鉴定调查，其中有一名姓李的这个女性被害人被骗走160,000+。那么，因翁哦，甲因这个囝哦，拢袂谅解啦，讲母啊，你哪只戆啊？啊，哦，阿宏就咧讲啊，啊，乌纸佫会变成这个美金，要笑死人个，啊，戆到无声无息，啊，母啊，啊，当你唔去死死个个，啊。对唔对啦？甲人咧做人，啊，那么因翁就讲，哎呦，安某呀，你是怎样？
啊，你哪有迄个160万声是为倒来啦？吼，啊，原来你拢甲塞遐钱啊，无哪有迄个160万的啦，对毋对啦？哎呦，啊，你哪遐讲？那160万哦、喔，即马咱来装卡哦，来买一间啊厝，对毋对？自备款嘛超过50-60万啦，尔，哈、啊。伊啊，你个孙安尼100万，啊，全来背去你，哈、啊。啊，你哪有遐侪钱呢、啊？哈、啊。啊！你戆戆戆到无声无息哦，你哈。所以吼、哦，因某听听，所以吼、哦、选择出家啦。我认可、哦、来出家哦，较袂踮咧厝个吼，互恁踮咧念啦，干那互恁念，我着念到着起痟啊啦，对毋对啦？归去啦，我来出家，阿弥陀佛嘞，啊。那么伊出庭哦，伫咧讲啦，啊。讲吼、哦，迄一天哦，这个算讲是安尼该骗就对了。骗讲的时阵，乌纸吼，也若经过迄洗洗美金的这个过去吼，啊，就出来就变美金安尼就对了。所以出庭哦，穿着袈裟，目屎流目屎滴，伊伫咧讲啊，甲法官讲哦，吼、哦，这个出来你足无良心的啦，吼、哦，真可恶啊！可恶至极，哈、啊！害我的孙子娘出家，哈、啊！那么一审的这个判出来吼，甲顶人比判一年呐，也4.5年的这个徒刑呐，算讲这个出来吼判4.5年，也迄两个吼外国人法国籍的迄判一年就对了。啊，当然啦，出来佫起诉你。判一年，因无起诉啦，吼、哦、啊！当然啦，伊就讲，啊，我甲判4.5年，啊，恁判一年，啊，差遮多，我当然我着搁上诉啊，吼、哦！恁若讲因判一年，甲判2年，我搁讲也无要紧啦，我着，吼、哦、来关关啊，念会出来，是你甲判4.5年，啊，我挡下条好啊，我着请律师着。上诉啊啦！啊，那么吼、哦，伊伫咧讲啦，伊家己吼、哦、精神吼、哦、无正常啦，啊，所以伊嘛是遭受两名法国籍的这个男子诈骗的这个被害人。那么因为家己吼、哦、深信无疑就对啦，深信这个法国人安尼啦，哦，啊，才会找人。吼、哦，啊来借钱来投资啦，吼、哦。那么二审的法官根据病院鉴定呢，认定讲蔡的精神哦状况是正常的，所以吼、哦，法籍的这个男子吼、哦，因为之前讲吼，就是蔡主导伊的这个专案呐、啊、来骗的就对了，安尼啦，所以吼、哦、驳回上诉，也蔡炳钦目前在押。哦，两名的这个法籍的这个男子，一个伫咧逃啦，啊，一个吼、哦、已经判刑决定啊，哦，那么执行完毕啊，将要驱逐出境安尼啦，哦，这是你甲看一年真紧啊，哦，是毋是安尼？啊，都出家啊，另外一个搁伫咧走的这个啦，这个啊搁咧掠着共款啊，哦，共款来关啊。哦，啊，这个主犯蔡炳钦，哦，判4.5年，确定啊，哦，有关这个吼、哦、社会书啦，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啦，哦，所以嘛，再讲哦，有一挂诈骗集团啊，社会啊，无孔不入就对了，吼、哦，实在是哦，真可恶，啊，人辛辛苦苦赚的钱，对不对？啊，一捆啊，共骗了了，哈。所以哦，啊，讲到这个社会哦，实在是哦，判伤过轻啦，规气拢死刑啦，大家都唔敢啦。好啦，这件代志咱讲到这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谢谢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